全民探世界，本期嚟到恩平嘅爱边龙全林酒店及拿金谷景区，喺绿山碧水环抱嘅酒店，李若宇航带你发掘避暑好去处，入住温馨嘅儿童主题房，重拾童真童趣。喺亲水别墅，打开客房阳台门就可以畅游亲水泳道、中央泳池，一齐嚟挑战水上擂台赛，玩转狂欢水上趴，更多好玩好食好去处，敬请收睇珠江频道周日晚10:30，全民探世界。